第一个是鹅吗？哦，噔噔，好，等一下，先，呼，哎，这样子，这样子。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文，我是依琳。耶、yeah, ，我们今天呢收到阿卡贝拉的邀请，来挑战收牙跟超强系列的双人瑜伽，没错，情人瑜伽，没错，情侣的。然后听说你挑了六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自己挑了六组不同的瑜伽动作，然后我们今天来挑战看看这六组。你这个是依照难度分吗？对，我有依照难度先大概定了。定第一个是鹅吗？这个是要简单的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我们看我们可以挑战到第几组，好不好？我看这样可能第三组就有点困难了。没事，我们试试看。那不多说，来吧。那我现在要挑战第一组，简单的拉个筋，拉个筋。哎呦，你好湿哦！这样今天天气有点热。一二三。啊，拉筋，试一下。你有没有出力啊？好像没有。要往后仰吧。对对对。好了吗？好。他们很那个哎，我也很凹啊。然后第二组坐着的，是手先抓吧？好，先走。哦，比较强。好，一二三起来，一二三。哇！这样算吗？哎，这蛮完整的，你只要伸直。我伸不直，而且我伸不直，抓的我好痛啊！不是我伸不直，你也没有伸直。我有伸直。等等，这个先拿掉。我有伸直。走走走，右脚先好不好？这是我的右脚。这是我的右脚。你左脚先好不好？好，要对准的。好。哎、欸，不行！我们数五秒。好，一二三四五，好。挑战第三组。我是天鹅舞哦。对，要抓着扣的手。其实感觉好像还行。好。这样。对。好，嗯。等一下，哎、欸，你脚好高哦。我就跟你讲，我筋还是可以的，好不好？我就感觉好像还行。哎呀，为什么我没办法拉那么高？哎、啊，我另外一边好像可以，变宽边。你另外一边是同一边啊？你只是换一个方向而已啊！被人家别人以为你傻逼。不行哎、欸！噔噔，再试一下。一二三。等一下，不是裤子太紧了。我跟你讲，不要穿短裤。没有了，不是裤子。好，就这样子吧。不相信我是。你人要往下来。嗯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你这边超硬的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撑个五秒就好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第四组。你太长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的身材，好，好，等一下，干嘛了？我就说你要先撑着啦。好 ，OK 好，好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 ，OK 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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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烂哦。欸、其实我这里也是有在出力啊，我这里也是有出力，有吗？有有有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撑五秒会不会太没诚意了？哎、欸，那不然我们反吧，换我在下面，换在下面，我试试看。好，一，哎、欸，你这脚放我脚上啊？不行啦，这样太重了啦，你先这样试试看嘛。这样很简单。真的吗？你看你的脚太重了，这样很简单。好重哦。那、啊、你不是很简单？不是，你的脚放在我的筋上，让我……好，对不起，没关系，我们直接挑战下一个。
我真的感觉蛮难的，这真的很难哎。好，来，这个要很吃男生的力气，这有点像小时候那个玩那个妈妈会玩那个飞机的那个，所以你要顶在我的腹部，它是不是腹部吧？是那个骨盆。然后一你可以吗？我可以啊，你可以吗？一二三。你不是可以？不是不是，我要保持那个平衡。你要先撑起来，我才有力气。没有，我觉得我不能一开始就撑起来。我们非常认真在玩这个。我要先抓，先低的，就是这样子低的。好，一二三。你手那，你手要平衡，你手要平衡。好好好，好，再一次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听到你身体的噼里啪。等一下，我手到底要缩还是？不是，因为我要有一个力气把我的脚撑起来，你知道吗？还是很紧张。不行，我手没有力了。等一下直接大力蹬起来好不好？我飞出去，我飞出去怎么？要不要试试看？一二三，但是我手要伸直。等一下，是你不够力吧？你撑不够久，我还没有力气给撑下去。OK OK。好难哦。哎，好像是我不够力耶。对啊，我怎么觉得？等一下。你别一直笑，在上面其实没有比较轻松哎，我也觉得，因为你的脚抬不起来。那要不要换你在下面？那我怕会摔下来，因为我手没力。啊，你脚不要乱踢哦。好。然后你的腰要贴起哦。一二三，等一下哦。你有一边比较大力耶，你有这边特别大力。我不知道。可以平衡一点吗？不是。没有那个小方式，这也是一二三，哦，哎，我觉得有啊，给过了。最后一个，这个你要脚撑得住就 OK。这个应该 OK。好，然后你大概抱着我的腰这样子，你的脚应该蛮有够力的吧？你可能要平一点，对。好，所以我要这张。感谢。哎，这样子别人以为我很臭。没有，我还没有 ready 好，我没有 ready 好。还是你要脱袜子？我觉得我袜子有点不太好。好，怪罪在袜子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谁？飞去镜头外面。你在流汗？能不流汗吗？三。你不要晃，你不要晃。我没有晃。我要站直。等一下，好酸。我太晃了吗？会，你会的，你会抖，因为你脚抖的话，我上面也会抖。我抖我就没办法做那个。是另外一只脚。那脚好崩哦。还是我这样子，这样会不会比较简单？好吧，不然我们先试一个这个，这个简易版的。好，这样子。好。好。我快被压死！这集结束后我要去健身了。抱歉，我们身高差不多就会变这样。就变成说我肌肉量要更够才可以支撑你。再一次。如果我今天150几的话，你游戏就可以。真的。算。好。一。你的手。二。你的手出去。哪一只手？这只手。一。二。三。四。哦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有，可以啊，就差不多这样吧。这个挑战根本就是很挑战，超热的。看人家的这个双人瑜伽都很浪漫。对啊，我们好不浪漫，代表平常运动太少了，连整个汗都跑出来了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这个瑜伽挑战就到这边了。满分十分啊，觉得可以给我们打几分在下面的？好的。我已经可以预料到下面那个，一定赶快去健身。好啊，那我们影片结束了，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们的这个影片，然后记得帮我们的影片按喜欢，然后分享。对，那各位也可以去看一下其他人的挑战。没错，我们会把它放在资讯栏里面。没错，那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